我叫艾小欧，每天我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。对于一个脸盲症患者来说，这也许是最安全的生活方式。我叫张瑞，啊不，其实我叫杨希。感觉很诚恳是好事，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。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张照片？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随你，反正我也无处可去。我怕太负责任的人，因为他随时会牺牲。爱不爱都可以，我怎样都依你，连借口我都帮你寻。与其在你不要的世界里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。这道理谁都懂，说容易，爱透了还要嘴硬。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，因为我爱你，和你没关系。小姐，请问你需要些什么？